也有人会因为前因靠后而无缘今后的成功分析。哦，就大家所见，在各位姐姐对面能够继续往下走的原因。库丽娜姐姐，恭喜老公。其实从小到大，我心里都有一个很难过的坎，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。哦，所以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一直都觉得跟那么多美丽的姐姐在一起，我会不会变得更自卑？真的，因为。我唱歌，我在舞台上很自信，但是关于做女人，做一个漂亮女人，我不知道。你好漂亮啊！你好漂亮啊！哎，老公最漂亮，老公最漂亮，老公最。但是大家叫我老公那一刻，我和小美穿着粉红色的裙子，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一刻。我觉得我像个仙女一样的那颗，我认为来这个节目值了。我的漂亮，我做主。尝试跨界的蔡少芬姐姐，谢谢。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成功了，就是对这个舞台，我起码对得起自己，希望下一次我可以更好的表现，然后听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。好了，接下来将公布排名第12名的姐姐了啊。他来自五人队，他是来自路灯下的小姑娘队的姐姐，他是一名演员，他来自宝岛台湾。你好，他已经出道30多年，他就是贾静雯姐姐。说实话，能够来到龙北成功2023，其实也要谢谢春风，从一开始我的婉拒到后来的睡眠。Yes 啦。因为我有3个女儿，然后我的家庭现在遇到了一些状况，我想要表现给他看，说妈妈无所畏惧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